闲着这个，这回事儿。他减肥，告诉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是少吃。他请你吃饭，告诉你啥呢？能吃多少吃多少是多吃，明白没？不明白。我们中国的汉语博大精深，一句话有好几个意思。比如呢？比如啊，老师问，门口有个雪堆子，谁把它铲了？小明说：“我去。”小强说：“我去。”两个意思，明白没？我有点懵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再比如啊，嗯，小米粒和我约会。谁跟你约会啊？我说的是比如啊，小米粒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喂，小倩啊，你要早到呢，你就等着吧；要是我早到呢，你就等着吧。语气不一样，意思就不一样，明白没？我糊涂了，是不是糊涂了？嗯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别说了，你别在这打扰我们上课。他说的很对，你知识很多，我以后要向你多学习。哎，你别向我学习，要向小米粒老师好好学习啊。哎，谢谢你。小米粒儿，你大滋滋哥很有耐心。哎呀，他那是招人烦，别理他。那个，现在咱们开始正式上课了啊。哎，你刚才不是问我吃多少这个问题吗？嗯，啊，我现在给你解释啊。一个呢是强调吃这个动词，所以吃呢就是让你多吃的意思。所以这么说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一个呢是强调少这个形容词，那就是让你少吃，限制量的意思。所以说起来呢，就是能吃多少吃多少。为什么不强调多呢？哎，那么说话会很怪的。怪吗？不信你听啊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是不是很怪？现实中谁要这么说话呢？老师讲的太好了，那赶紧喝口茶吧，一会儿凉了。来，喝茶。停，能喝多少喝多少？你猜我是让你多喝还是少喝呢？王倩那么讨厌吗？小米粒他太可爱了，你真幽默。有喝，你快喝了，有凉了。太苦了。苦啊。嗯，喝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金罐加多宝。嗯，好喝吧？味道好极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味道甜甜的，凉凉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附近这几天在沈阳的自贸区准备洽谈合作项目。哦，我可以建议他把加多宝引进到欧洲，做欧洲的总代理。厉害了，你这厉害的呀！哎，这里面都是什么呀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加多宝凉茶，据现在相传有200多年的历史，这里边有金银花、菊花等，其他我就不知道了。它的生产过程相当严格，我也没看过。还有一句经典的语录：大金链子小手表，一天3顿小烧烤，吃烧烤必点加多宝。那先喝加多宝呢？一点烧烤啊，赶紧吃吧，赶紧吃吧，快来快来快来。哎，这烧烤的味道也挺好的，是吧？谁做的？我做的，我做的。你做的？你太棒了， I love you。 你亲我干啥呀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也不能亲我呀。哎，别我王倩，看你咋这样，美女亲一口就亲一口呗，有啥不乐意的呢？我亲你你乐意不？我不乐意。那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亲我干啥？给我赔礼道歉。我喜欢你才亲你。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瞅瞅你那基因，你要真娶了她吧，给你改改，那不比整形来的彻底吗？你桃花运来了。这哪是桃花运呢？这不桃花节吗？你不
不能喜欢我，你要喜欢我你就遭罪了。谁说的？你温柔热情幽默浪漫，董多多会做饭，这样的男人很少见。我不会做饭，这我头一回做。你第一次做饭就做得这么好，你太有才了。我以前就知道玩，会玩的人才浪漫。我从来不干有意义的事儿。那你是干有意思的事。我天天在家待着。哦，你是个顾家的男人。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赶紧救救我吧，他疯了啊。那个什么巴山，你听我说啊，他吧，他确实不咋地。有一回吧，他说请我们一帮朋友去吃饭，等到买单的时候呢，他人没了。你说这多不地道。是你们的不对，为什么要让他请客？不能 AA 制吗？这个我是巴山的，你听我说啊，你指不上我，你知道不？我胆小，我根本就顾不上你，我保护不了你。我见着毛毛虫我都吓得哭嗷哭。哎呀，不行！哇，你好有爱心，小饼干。准备聘礼吧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谁呀？她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别听他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你撒开我，你多好的姑娘，美女好，美女好，美女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喜欢小米，小米不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还有戏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啥的？我回去给我爸爸打电话，让我爸爸明天来看他，准备好加多宝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这个咋整啊？小敏令，我把我说的这么坏，他都喜欢我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呀。至于吗你啊？小敏令，你救救我吧。我咋救你啊？当我女朋友。哎，小敏令，明天他爸就来了，一天女朋友不行啊，小敏令。